个分家垃圾竟也配来参加组比？在本场比试，宗族林峰胜，盐城分家林红出局。哼，赶紧把这个分家的垃圾拖走。居然对自家人出手如此狠毒，快把林红接回来。是。这些宗族的混账。林氏宗族林芒胜，盐城分家林霞出局。族内比试不是应该点到为止吗？为何宗族弟子出手如此狠毒？继续下一场比试。这太过分了。小儿，算了。弟，可是这显然是在针对我们。什么？你看其他分家，只有我们是与宗族弟子分在同一组，而且与林红林霞他们对战的都是宗族弟子中的高手，这绝对不是巧合，必然是有人做了手脚。这盐城分家的实力也太弱了，林木长老，你举荐的林洞便是这盐城分家的吧？怎么足比也未见他登场？看来是林木长老识人有误啊！盐城分家林清谈胜，林氏宗族林琛出局。什么？承让了，竟有人击败了宗族弟子，这分家的小丫头厉害啊！这是哪个分家的？盐城分家。这分家之中居然还有这等高手，看起来年纪还很小，长得还挺可爱的嘛。好样的，清谈。林峰，且慢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在下林峰，要向盐城分家发起挑战。挑战？宗族弟子林峰向盐城分家提出挑战。这竟然提出挑战？这摆明是针对我们。林清潭，你可以选择继续出战，也可由你们分家之中其他弟子出战，若是弃权，则你们盐城分家出局。什么？小妹妹，我劝你还是弃权吧，你也不想像你们家那两个废物一样。哼。林中长老，这么做是不是对盐城分家太不公平了？挑战本就是组比的规则之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既然是规则允许，那林木叔也不应该提出异议吧。林木叔，你似乎对于盐城分家过于关心了。林清潭，盐城分家是否接受挑战？我接受挑战。盐城分家接受挑战，比试开始。这小丫头有气魄呀。盐城分家这是输定了，林峰可是宗族弟子内的高手啊，这盐城分家是得罪宗族了吧？清潭，混账！那林峰可是造气境大成的强者，清潭还不是他的对手。洞儿怎么还没来？在下还真是佩服姑娘的胆识。请赐教。哼，
自讨苦吃。什么？分家的小姑娘好厉害啊，想不到宗族的林峰居然输给一个小女孩。是啊，这谁能想得到啊，这姑娘什么来头啊？怎么会，想不到盐城分家除了林动之外还有这等高手。青檀，对了，青檀这功夫是跟谁学的呀？这我也不清楚。你这个分家的臭丫头，竟让我在族比中丢脸，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们这种分家的垃圾的。哦呀！你居然用丹药强行提升自己的修为。哦，谁看见了？他违反规则，在比赛中服用丹药。哦，没有吧？比赛继续。什么？Baby。哼哼，小丫头。赛还没有结束呢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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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林峰怎么突然变强了？哼，让你这分家的丫头见识一下，什么是宗族的武学。其实烈焰掌，什么人？你小子是什么人，竟敢在族比撒野？林动哥哥。青檀，你没事吧？嗯，我没事。喂，你小子是聋了不成？没听见我在问你话吗？让我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不长眼的东西。你这臭小子。哥哥小心，他又要用丹药了。靠丹药压榨潜力真不要脸。你这小辈是何人？难道你不知道族比的规矩吗？把你家的长辈给我叫出来。规矩？此人在族比上服用丹药，你怎么不出来说话？什么？那林峰居然在族比中服用丹药？难怪他突然变强了，想不到宗族弟子竟然干这种龌龊之事。这也太不像话了，这也太无耻了吧。你这分家人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，老夫定要好好教训你一番。这是哪只分家人这么厉害？这实力起码也是半步造化境了吧？分家之中还有这种人？你这小辈究竟是何人？盐城林家，林动，动儿，动儿，是林动。林征长老，林峰在族比中服用丹药，这显然违反族比规则。此事若不处置，我宗族如何服众啊？林峰违反族比规则，将他拿下。什么？林峰师兄得罪了。等等，我只是方便行事。林征叔，救我！林征叔。
小贝，你确实有点实力，不过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我劝你还是自行退出族壁为好。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丫头，你都长成大姑娘了，怎么还和小孩一样粘人？怎么了？哥哥，这两年时间你的变化可真大。小妍，你已经长这么大了。青楠，你和小妍先去爹他们那里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嗯，哥哥，我跟你说。啊？由于林峰违反比赛规则，本场比试严惩分家胜。下。等一下，我要提出挑战。真是不识好歹，你要向哪支家族挑战？小子，你要去什么地方？加油，哥哥。小妍，我们走吧。我要挑战林氏宗族林狼天。他说什么？要挑战谁？刚刚是我听错了吧？他要挑战林狼天？什么？这家伙也太鲁莽了！这一年以来，林狼天大哥的实力可谓是达到了恐怖的地步。胡闹！一个分家小辈，有什么资格向狼天挑战？太不像话了！这分家的小子是不是自信过头了？难道这分家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什么分家宗族？在比武场上，只有实力为尊。若是有谁不服，便站上来告诉我，你们高贵在哪里？林东，休得放肆！在林氏宗族面前，岂容得你在这里大呼小叫？速速退下！林中长老，林东说的也是不错。族比本就是论实力决胜负，分家与宗族并无区别。何况他提出挑战，也是规则允许的，不是吗？林狼天，难道你连站上这武斗台的胆子都没有吗？要挑战也可以，但若是随便来一个三脚猫吼两声就要让狼天出面，那狼天岂不是得忙死？至少要证明有挑战的资格吧。你想要什么资格？林青、林木。竟敢挑战林狼天大哥，你这分家人倒还真有胆量嘛！依我看，这是自不量力。竟然是双胞胎，是林青和林木两兄弟，这两人可都是半步造化的巅峰强者。林动，若你能战胜他们二人，便有挑战狼天的资格。哼，我们二人的实力在宗族弟子之中仅次于林狼天大哥。这样吧，由你来挑选我们中的一个做你的对手，免得别人说我们欺负分家人。不必这么麻烦，你们两个一起上吧。什么？十回合内若不能胜你们，算我输。那分家的小子也太嚣张了吧！一个分家人凭什么如此张狂？好好教训他一顿，把他打下去。这家伙真是……看你这小子还能嚣张多久。林木，这小子不会是认真的吧？我倒想看看这分家小子有什么实力，敢如此嚣张。两位可以开始了吗？小子，还敢妄言十招之内击败我们吗？我只是想给两位留些面子，接下来可要看你们的真本事了。你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的。碎天魔背掌。紫影九破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林青、林木居然会输？这什么情况啊？竟然只用了一招就……仅一年时间，林东又提升了一个层次，但是……
真的能撼动林琅天大哥吗？我现在可有资格了。这个可恶的小子，林琅天要应战了。那个分家的灵动竟然只用一招就将那两人击败了，想不到分家之中竟真有人能挑战林琅天。谁能想到本次族比会这般精彩，那灵动居然能走到这一步，这次可是龙争虎斗啊。究竟谁才是林氏宗族的天之骄子啊？天，这分家小子不简单，你可要小心应付。林正叔，你多虑了，我会让那灵动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实力。林动，今日你便会陨落于此。林琅天，滚下来！你的狂妄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林琅天大哥，你们退下吧。真的要挑战林琅天了，冬儿这是要替你讨回当年的耻辱。冬儿，哥哥，你一定能做到的。琅天可绝不能让分家人抢了我们宗族的风头。琅天可谓是宗族百年一遇的天才，林动真的能与之一战吗？这一年时间，你既能从造气境提升至半步造化境，倒确实让我有些意外。你那盲目的自信，让你产生了能够挑战我的幻觉。哼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。造化境大成？不，那家伙还未突破至大成的境界。可是，这压迫感比那藤叉可强太多了。担心，哥哥的气息可没有丝毫的减弱。
和琳琅天大哥抗衡，这怎么可能？急什么？琳琅天大哥还未使出全力呢。琅天还真是遇上对手了。是宗族的镇族绝学，琳琅天大哥，这是要下死手了。大天王衣，大地雷劈，紫阴九破，大光分海印。哇，这两人的战斗太恐怖了吧！什么？这小子？分家小子居然还会使用精神力，去灵动的精神力竟已达到了高级灵符师的境界。没想到琅天反倒是被灵动给压制住了，这家伙果然不好对付。元精之力，你这蝼蚁的实力的确让我有些出乎意料，不过你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八荒地手，远古宗派所得的造化武学，大荒求天指，三指灭生灵，八荒匕首。输了，琅天绝不可能输给你这只蝼蚁，把力量给我。不，灵动，我感应到了，那里琅天体内有这一道气息的存在，那道气息正不断给他提供元力，那家伙果然不简单，吞噬之力。大荒求天指，四指破苍穹，云轮镜逆乾坤，你们若是再这么打下去，恐怕这林城都要被你们毁了。那是涅槃镜。两位的比试就此打住吧。是，族长。族长。嗯，那位小辈，来。是。小辈，你是哪一支分家的呀？盐城林家，林动。想不到仅靠着分家的资源你竟能有如此实力，着实是不易啊。
郎天在，我看林动能和你战得不相上下，以他的实力应该足以成为本次组比的冠军吧。既然族长已有定夺，郎天遵命便是。好，那郎天就先行告退了。林动，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来吧，林动。是。承蒙诸位捧场，我林凡在此代表林氏宗族感谢大家的参与。族比的举办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天才脱颖而出，无论是宗族或是分家，只要有实力就能在这里证明自己。本届族比便诞生了一位新的天才，言承林家林动。动了，他真的做到了。多少年了，我们的愿望终于成真了。我就知道哥哥他一定会成功的。终于成功走到这一步了，接下来族长，林动来了。见过族长。好好，不必多礼。林木长老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林动，恭喜你获得此次族比的冠军，之后你也算我宗族的一份子了。多谢族长。你觉得林氏宗族如何？这林氏宗族贵为大燕王朝的四大宗族之一，自然是实力强大。那在大燕王朝之外呢？大燕王朝之外不清楚。在大燕王朝之外，林氏宗族可上不了什么台面。怎么会？族长，您可是涅槃境强者。涅槃境又算得了什么？林动，想不想去见识一下大燕王朝之外的世界？大燕王朝之外的世界？你可知道百朝大战？百朝大战？等你拥有百朝之战的资格再说吧。怎么，你知道？啊，晚辈也只是略有耳闻，还请族长明说。我们所在的这片大陆名为玄域，分为东南西北四州，我们大燕王朝便是处于东玄州之中。东玄州地域极为辽阔，期间有无数王朝，我们大燕王朝只是沧海一粟罢了。这百朝大战之中选拔出的天才人物参加的战争，堪称史诗级的比试。那这百朝大战究竟是谁组织的？目的为何呢？是东玄州真正的霸主，那些强大到你无法想象的超级宗派。超级宗派？与那些超级宗派相比，任何势力都不值得一提，他们可以在转瞬间覆灭一个王朝。林青竹难道便是超级宗派的门人？当然，这些超级宗派也需要吸收新鲜血液，而百朝大战便是为了让他们选拔可造之才。所以若是能在百朝大战中脱颖而出，就能进入超级宗派，对吗？不错，若你真能进入超级宗派，到时候整个大燕王朝都将受到你的庇护。什么？一个人就能庇护一个王朝？林动啊，你知道为何我们林氏能够屹立于大燕王朝而不倒吗？那是因为200年前，我们林氏的一位先祖通过百朝大战被一个超级宗派收纳，
所得到的赏赐一直让我们林氏在大燕王朝强势到了今天。200年前，哎，可惜啊，自那以后我林氏便开始固步自封，再也无人有此殊荣。如何，有兴趣去百朝大战一试身手吗？我参加。好。那何时开始呢？1个月后，大燕王朝会举办种子选拔赛，来决出代表大燕王朝参加百朝大战的人选，到时你与郎天一同参加。什么？我和林郎天一起？你二人都是我林氏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这是为了我们林氏家族，更是为了大燕王朝。个人恩怨是小，家族荣誉才是大嘛。希望你们能够放下芥蒂，参加百朝大战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最近你便好生修炼。另外，作为族比的冠军，明日你便去宗族族葬，看看是否能寻得趁手的灵宝。多谢族长，那晚辈先行告退了。嗯，去吧。那便是林氏宗族的族葬所在吗？嗯，不错，族葬是我林氏宗族的禁地，只有在宗族之中获得巨大的成就，才能有资格进入其中寻宝。林木长老，那族葬之中都存放着什么样的灵宝？族葬之中灵气法宝繁多，其中还有一些强大的地级灵宝。地级灵宝？不过那些强大的灵宝都有着灵性，能否得到还得看你的机缘。另外，族葬之中的天地元力极为充沛，你也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提升修为。嗯，晚辈明白。林木长老，嗯，有劳林智长老打开族葬大门吧。是。去吧。啊，多谢林木长老。小辈且慢，我来给你说明族葬的规矩。进入族葬的时间不得超过1个月，出来时最多只能取走一件灵宝，否则族葬内的法印将会发动，到时你可就小命不保了，明白吗？多谢提醒。嗯，请吧。这等规模的族葬，难怪林氏宗族可以在大燕王朝之中称霸一方。嗯，我看这里大多都是些没用的垃圾。想当年，吊爷可是见过。你小子，放开！吊爷去的会早。什么人，胆敢闯入宗族禁地？林征长老，林智，许久未见了，看来你还挺适合在这里的嘛。难道林征长老就是特意来取笑在下的？我是来给你提供一个回长老会的机会。你是要我做什么？
一件小事而已。小雕，真有你的，这已经是发现的第三件地级灵宝了。哎，为了找这等货色，简直是浪费雕爷的鼻子。嗯，这面盾也是不错，还有先前的那把长枪和灵甲。嗯，该选哪件呢？若是都能拿走就好了。哎，这几样都差不多，随便选一件便是了。嗯。怎么回事？小子，你是不是触发了什么机关？我什么都没碰，怎么可能触发机关？之中到底如何了？真言被毁，现在族藏内的情况也就一无所知了。将族藏大门打开！那小子竟敢破坏族藏法阵，正好可以将他拿下。要去你自己去吧，那法阵至少要涅槃境的强者才能够将其摧毁，想必那分家小子绝非一般人，我可不想进去送死。待那小子出来之后，再问罪责也不迟。今日就先放他一马。哼！回来。嗯？怎么了，小子？我先前发动的精神力，感应到一种异常的波动从那里发出。就是这个。嗯，这看起来就是件普通的摆设吧。这小东西这么沉。小子，你先前不是用精神力感应到其中的波动吗？没有用，那原力是什么？奇怪，难道要用元精神力？
变大了。啊！哎，小子，快停下！啊！哎！得赶紧让那东西停下来，不然会毁掉整座祖葬的。只有种下鲜血烙印，那灵宝才会听你的命令。竟然在抵御我的精血烙印，看来这绝非寻常的地级灵宝。小子，启动十符之力试试。好。宝显然已经凝聚出了灵智。众一峰，收！变得好轻巧呀！只有你这个主人才会觉得它轻巧。就算是涅槃境的强者，恐怕也难以撼动这众一峰。既然灵宝已到手，接下来便借助此地的原力进行修炼吧。啊！林木长老，想不到一个月时间你已是突破至造化境小城了。不错，多谢林木长老的提醒。这族藏之中的天地元力极为雄厚，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突破。好好啊，那可有寻得趁手的灵宝？林木长老请看。好、哦，居然是众玉峰。啊，您知道这灵宝？族藏之中，这众玉峰从未有人能将其拿起。哎，可能是小子与这灵宝有缘吧。再过几日便要出发去皇城了，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吗？啊，我想趁这段时间和家里人聚聚。啊，那快去吧。哥哥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青檀，我正要去见爹和爷爷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盐城？在这里都快无聊死了。青檀，我就不跟你们回盐城了。什么？我已经答应临时族长，要争取参加百朝大战的资格。百朝大战？我想去见识一下大炎王朝之外的世界。为什么呀，哥哥？如今你已是族比的冠军，也帮我们家重回了宗族，何必再去参与这种争斗呢？我要变得更强。哥哥，你已经很强了，我们一起回盐城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不好吗？不，我还是不够强大，而且我需要兑现一个承诺。承诺？那你这次又要去多久？又是两年吗？这我也不清楚。这样吧，哥哥，你带上我，我们一起去大炎王朝之外闯荡，怎么样？青檀，这可不是儿戏，外面的世界必然是危险重重，万一……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去。
星坛，哥哥，看来你还是把我当作累赘。诸位，此次我林氏宗族将有两位天才级的人物参加种子赛，林狼天、林动。啊！林狼天大哥，林动，加油！嗯，林氏宗族就看你们二人了，加油！林氏宗族在上，愿他们二人都能进入百朝之战，光耀我林氏宗族！光耀林氏！光耀林氏！光耀林氏！好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是。冬儿，好好表现。去吧，冬儿。加油，林动！加油，林动！加油！爹，青檀呢？这丫头估计还在闹脾气吧。林动，爹，爷爷，我走了。放心吧，冬儿。放心吧，冬儿，去吧。爹，爷爷，保重。星坛姑娘，可以走了吗？I like